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跟比利姐一起走红毯，这就是今天我来参加的目的，所以我很开心，第一次跟妈妈一起走红毯，太棒了啊！不紧张啊？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今天就把我自己当新人，我是第一次参加金曲奖。他比我兴奋，他比我兴奋。我为一次fashion show在家里走来走去，然后一直换造型。我觉得如果比利姐愿意再让我制作的话，哦，对，他都是这样说，去录音的时候我都是皮皮抓。其实我也皮皮抓，因为你们要思考一下，就是你帮你妈妈制作、帮她录音这件事情，然后又是比利姐，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妈妈，她是比利姐，所以。作为一个制作人，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。短一点的，让我讲，讲短一点。好，你讲，你讲。最美的来了，好美哦，好美，好美，好漂亮。他们都那个入围，你会紧张吗？他早就该入围呀、啊， oh. 他有这么多好歌，《帅到分手》一亿多，《Turn Up》《I Go》，对不对？那个《Thanks for Love》。Good life 太多好歌了、啊、因为你比较感性啊，就是会不会到时候你可得奖，你会在现场就爆哭？你现在要哭了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今天有戴眼镜，很感动了。所以有准备啊？没有，我戴眼镜是因为有眼袋。庆功就是要去夜店 party 啊。对，也是妈妈第一次走进去。哎，真的耶，也是我第一次啊。哎，很讨厌你。你们因为妈妈等比较久。哎，金曲奖都没有出综艺人呢、哎。我第一次被邀请，而且还是因为他我才能够来。怎么这样子嘞？毕姐，还是你请同事帮你报那个特别贡献奖？可以吧？不要，你不要，我不要。你要女歌手是不是？对，好，下一步就瞄准女歌手。没错。